天池海会发破塞我说啊阿弥陀经如是我问你是否在世为过去所去孤独天二百五十人去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是长老舍利弗摩诃摩紧耶摩诃迦舍摩诃迦旃耶摩诃俱迟罗毗婆多咒利盘陀揭兰陀阿兰陀罗诃罗娇罕婆提宾陀卢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揭宾那婆俱罗阿耨罗陀罗僧当作大弟子听着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陀菩萨千多和地菩萨常勤勤菩萨一路是等作大菩萨即是提法印等无量诸天大众聚何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佛是万一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彼陀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国土其从南顺其从罗王其从行书即是十宝咒者为老师故彼国名为极乐极乐国土有其宝石宝功德虽充满其中此地存一金色菩提十遍皆到金殿琉璃玻璃合成上有六个一一金殿琉璃玻璃车去吃竹马脑而言四十此中莲花大陆此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紫色紫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恳求罗斯功德传言有舍利弗比我国土常住天月黄金为地作一流十一点曼陀罗花居度众生常以清淡各异一个身中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其一时时翻到本国凡事清醒极乐国土成就罗斯功德庄严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空气因无色的加林贫且共鸣之鸟十足众鸟作一流十足和雅音其意隐藏无根无力其菩提魂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徒众生闻是因意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如为此念是实罪报所生所以则何必佛国土无三恶道其我国土三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十四足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以莲花音讯六变化所作
比我国土为风吹动，竹包杭州七宝罗王，竹为妙音毗卢百千种乐，同时去做文史音色，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生自心。七宝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佛一路一音和比佛和故号阿弥陀，比我光明无量照四方，故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比我舍命及其人民无念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一经世界有舍利佛，比我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及阿罗汉非是凡俗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比我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极乐国土众生甚至即是阿鼻跋致，其中得有一生不出，其数甚多，非是凡俗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善善人即为一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自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诸神众现在即见世人众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佛经是一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听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一要阿丘毗婆须弥香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为一切国土广传思想，遍我三千大千世界，佛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今是真传，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我念经。南王世界有日月等佛，明文光佛大眼前佛，须弥等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一切国土广传思想，遍我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今是真传，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佛念经。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常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一切国土广传思想，遍我三千大千世界，若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今是真传，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佛念经。北方世界有因亲佛，最深因佛难取佛，日深佛王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遍佛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今是真传，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佛念经。小王世界有十字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和藏佛，此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为一切国土广传思想，遍我三千大千世界，若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今是真传，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佛念经。东方世界有梵音佛，修王佛，相上佛，相光佛，大眼睛佛，杂色宝瓦眼神佛，阿罗树王佛，宝瓦德佛，见一切一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来一起过出广场时下给我三千大千世界说真是沿路等众生当心是参战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我念经一路一因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说我念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说不念皆得菩提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如等皆当心说一句诸佛所说若有人离法缘尽法缘当法缘离身阿弥陀佛故此是诸人等皆得菩提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彼国土若一生若今生若当生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情者应当法缘生彼国土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诸是言释迦牟尼佛人为神人岂有知识能于娑婆国度无作恶事以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出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不作恶事行持难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持难行之法是为真难何所持经义其周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我所说欢喜心说着力而起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的身心都堕落离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智多耶多地耶多阿弥利多佛毗阿悉耽摩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智多耶多地耶他阿弥利多佛毗悉耽摩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智多耶耶多地他阿弥利多婆毗悉耽摩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
一只虎走，观其轮回。猿虎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俏鸟啼，如镜照见，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系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Oh.
摩阿弥陀佛。
是心是风将新年到心空，佛已忘，洒扫归来，从前花开翅膀，与清芳。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染，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则是，曰缘力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2011年3/11日本地区地震海啸罹难众生，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审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Oh,
是佛阿弥陀第一救病度众生，为得无穷极我今大皈依，三皈三业罪，还有诸佛善知心用悲相，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临终西方极昏明在目前，见闻皆亲近同生极乐国，见佛了生死如何度一切，无边烦恼断，无量法门修，誓愿度众生，众愿成佛道，喜功有尽，恶业无穷，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无生，不退菩萨为甘霖。哇，大啊，
Namo.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鼓响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区地震海啸罹难众生及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过，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出去，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急急，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是心忏悔发愿。往昔所造诸Oh, sorry.
最早结忏悔，妈妈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我去。问讯。